集前是等埋佢啫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四场赛事四班千四米的草地赛准备随时起步啦。好，你一开闸，咁啊，管之星慢，神火金刚慢，总统至上慢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，外边位置有呢只勇冠多，中间大四起，粉红三种嘅潇洒王子啊，第四位啦，出边黄眼罩咧就系嗰只驾月啦，中间黄衫魅力之宝，内栏紫色衫大面箍，仲有本事啊，好多层灰马盛世拍住出边另一只灰马就精选直前啊，再后边嘅马就真心意啦，总统至上啦，尾四响出边三搭流紧啊，嗰只绿色衫啊稳妙星，内栏尾三神火金刚中间夹住赢哥包咗落尾系管之。胜嚟噶，好啦，咁转呢个八百米弯，前面勇冠多大，跟住第二位潇洒王子啊，大四起守住内栏第三，第四位咧咁啊仲有二搭啊，有呢只魅力之宝啊，内栏第五就本事啦，再后边黄眼罩驾月啦，外边开始发力啦，有呢只稳妙星，中间精选直前内栏灰马咧就嗰只盛世，后多层啊嘛，总统至上出边真心意，尾三神火金刚，尾二赢哥包尾嗰只咧就系管之星嚟噶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勇冠多，中间潇洒王子，入边大四起仲未有位啊，中间咧揿住都上紧嚟啦，魅力之宝出边骑紧，仲有稳妙星，再后边就精选直前嗰啲马，入边追咧仲有盛世啊，兜到嚟追有百零米，埋边魅力之宝斗紧好大只嘅稳妙星，中间精选直前上紧，咁啊入边位置仲有盛世，出边追仲有呢只总统之上，接近终点稳妙星咧斗赢咗只魅力之宝啊，第三名系盛世，第四名系精选直前啊。咁啊，结果两匹马咧就抛离咗个少少个马群嚟斗噶。咁啊，魅力之宝以为好定，但系唔多啦。咁啊，俾佢大只啲嗰只稳妙星，纵使兜咗个大弯，一样照赢啊。胜势就第三，精选直前就第四。七号嘅稳妙星啊，临尾落到5.6倍啊，仲有六格仔胜出啦。跑第二名四号嘅魅力之宝啦，罗利亚第三名。咁啊，后上十号嘅胜势李宝利，第四名咧匹灰马13号精选直前啊，蔡明少。好，田泰安终于赢马啦，咁啊，第200 win 啦，呢一匹稳妙星一路都蚀住位啊，咁啊，临尾落重飞，咁啊，结果咧胜出。系啦，恭喜晒啦，田泰安胜出200长头马啦，等咗成个月啦，系啊。睇下拍保个里程碑几时啊？又争边嘅啫。玩颈位啊！咁啊，终点前啱啱追月嗰只魅力之宝胜出。翻嚟，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7号稳妙星，独赢派56.5元，位置派19.5元。跑第二名4号魅力之宝，位置派14元。跑第三名10号盛世，位置派25元。连赢位4搭7派90.5元。三重彩7号、4号、10号顺序派1164元。单 T 4号、7号、10号派204元。
位置 Q 四搭七派38.5，七搭十派80元，四搭十派44元，跑第四名是13号的精选直前。田泰安飞到马道啊，临尾落到56.5啊。咁亦都成功克服外档啊，13档出闸。田泰安咁啊，同啲妙星系都几夹嘅。3-1的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是 A3 其他冷门，派27元。四连环预计派彩，4号、7号、10号、13号派1047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7号、4号、10号、13号顺序派16674元。200win，咁啊一个里程碑啦，田泰安。稍后都会拍住有德威啦，咁啊远征日本啦。嗯，富列马斯谢顺强啦，咁啊代影呢个头马相啊。隔咗轮冇赢，咁啊卒之都赢翻场啦。田泰安巡来影片亦都准备好。起步最論盡咧就嗰只真心意啦、總統至上啦同埋冠之星咧，三隻馬出閘都慢嘅。咁啊前邊位置出出嚟最快就勇冠多啦。咁另外跟住佢咧就瀟灑王子藍眼罩啦。入邊位置係大四喜啦。咁啊繼續都係好難食得出啊呢、這個大四喜。出邊位置就駕越啦。咁中間已經跑得好靚噶啦，似魅力之寶啊。貼欄位置就本事。咁後邊灰馬就係盛世啦。出邊另一隻灰馬就精選直前啦。貼欄位置粉紅三白帽就總統至上拍住真心意啦。大愛當就係頭馬嘅揾妙星，包尾嗰三隻贏。哥神火金刚管之星，我步速就中等偏快啦。我大四喜原来都有啲流得辛苦嘅，直路都塞咗一大轮噶。咁啊，最后嗰百零先望空嘅啫。咁啊，头马都沿途三叠嘅，咁啊转弯都顺势走上去，都唔怕蚀啦。最紧要走得顺啊。嗰六件精选值前都挨挨嗰只揾妙星噶。咁啊，今日都转过嚟田草都有追噶，精选值前灰马。罗利亚入到嚟呢个阶段都唔敢大力骑住啊，因为呢只马个冲力好短啊，咪直至到尹妙星拍上嚟啦，佢先至开始认真骑落去，咪结果都系得个第二啦。隔篱嗰只大大步咁啊揽上嚟啦，亦都压住咗佢啦。出边啊，继续接近就系精选直前总统至上咯。好啦，第四场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四搭七派38.5，七搭十派80元，四搭十派44元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 A3 其他冷门派27元。四连环4号、7号、10号、13号派1047元。四重彩7号、4号、10号、13号顺序派16674元。孖宝派彩头关7号、次关7号派274.5，头关7号、次关4号安慰奖派17元。第一号孖 T 第三场第四场派1617元。分段時間頭段13:26，第二段21:84，第三段23:85，末段23:37，總時間1分22:32。